日本汽车零件制造商高田公司在星期一宣布已经申请破产保护。该公司还宣布接受竞争对手 Key Safety Systems 以15亿美元收购高田公司。高田目前因为同有缺陷的安全气袋导致全球16人死亡和几十人受伤有关的法律诉讼，加上全球召回产品的开支，而使到该公司的财政状况不堪重负。有缺陷的安全气袋导致全球需要召回几千万部汽车。我々やはり、自動車業界の中でも、日本高田公司的社長高田重久在記者會上承認，作為汽車業安全部件的製造商，未能夠保持穩定的供應將會對整個行業產生重大影響。為安全氣袋供電的化學物質被發現在長時間暴露於高濕度環境之下會出現缺陷，使到安全氣袋在使用時會有更猛烈的助力並且發生爆炸，將金屬和塑膠碎片射向司機和乘客。高田已經同意向美國安全監管部門支付10亿美元的罰款。東京證券交易所在星期一暫停了高田公司的股票交易，並且表示將會在星期二撤銷高田掛牌上市。